洪黛林寻晚出席活动，同场仲有黄伟文、何韵诗、梁汉文。洪黛林，你同梁汉文撞衫嘅？我觉得靓就得啦，同埋每一个人嘅风格唔同咧，着出嚟嘅效果都唔同噶嘛。咁只要你自信，点样都着得靓啦。绯闻男友郭富城喺10月26号生日，你点同佢庆祝啊？食饭咯，唔 系打边炉就得啦。阿 Lin 话当晚有好多朋友一齐食饭，点解唔二人世界嘅？我觉得多啲人热闹啲咯，同埋我觉得做过生日多啲人热诶，即系好玩啲，可以食多啲嘢，同埋同自己最好嘅 friend 一齐过生日嘅话，其实系好幸福一件事嚟噶。咁你送咗啲咩生日礼物俾成成啊？送咗几样咯，系啊，有啲咁，我觉得其中一份就好特别啦，特登去整咗一个佢心爱嘅车，个蛋糕送咗俾佢，即系系打开，哇，所有人都哇好靓啊，结果太靓啦，大家都唔舍得食，净系食咗个跑道嘅啫。边架车啊？你哋冇见过嘅，因为好似类似赛车，所以香港唔揸得嘅。咁你有冇锡佢一啖啊？我好怕丑嘅，唔讲得呢啲嘅。